也这样先画一个那个正方块好了，这个地方正用一个正方块来做练习好了。第一个的话，我也像 at 100逗点100逗点100 OK 好。再来的话，我上面如果说要打一个这个倒角的话，首先的话呢，我们这个地方倒角的指令在这里 OK， 那跟2D 的倒角指令是一样的位置。再来的话呢，它要我们讲选取第一条线，所以我就选一条线，在这边选一条线。接下来它会出现什么呢？你是不是要在这个地方做一个倒角？那如果是的话呢，我们就按是；如果不是的话，就下一个。那因为我不是要这个面，我要是上面这个面，所以请选择下一个。它自动会找到这一个，所以呢，按 OK 或目前的这个地方 OK。接下来的话呢，倒角距离的话，距离部分呢，我就输入20 Enter。那另外一边的话也是20，按一个 Enter。Enter 之后的话，它要我选取边，其实你这个地方选一个边就可以了。那因为呢，我刚刚已经选一个面了，所以呢，它已经知道我这个面要做成倒。